这位同学叫什么名字？飘飘啊，你呢？我姓周，是不是真名啊？哎呦，名字你就叫吧，问那么多干嘛？你是不是真的学生啊？当然是真的了，还是班长呢，正点吧。便宜你了，大叔，还我们两个来划一拳。我不会啊。划拳你都不会，你练过去没有？哎，飞妮你来。哇，你肚子这么大，小心啊，棺材盖不上盖呀、啊。过年好啊，发财呀、啊。